教宗在机场返回梵蒂冈前表示，对这次西班牙之行感到十分满意。西班牙的高层与人们都听到教宗的想法，很明显，青年们这几天渴求改变，切愿活出信仰，并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信心。我们度过这个信仰的庆节，令我们更相信上帝的照顾。其实，面对困难的情况，仍然充满活力与生机，在历史进程上勇往直前。同时，我们都体验到，借着基督的恩宠，能摧毁围墙，排除民族之间与不同年龄的隔阂所带来的过犯，令人类能在唯一共同天赋内合一，成为一个大家庭。教宗重复说，在某些国家不同方式的障碍前，我们不要气馁。天主的意愿比一切来得更强烈，因为青年的心中拥有造物主的位置。